水瓶拿出去装水了。什么叫地位，兄弟们？什么叫家庭地位？啊，好好学一学，以后没那么容易就离开你的身体。哎呦！好，你这么玩是吧？好啊。好，打这么装。趁我没戴眼镜跟我重拳出击啊你是。好走哎、欸！就是这么的帅。王子没闪。很多战争都始于一次梦。啊！我操！不是吧？这被他跑了。哎呦，亏了好多经验呀、啊！注意脚下。嗯，这眼镜29万以下的，这眼镜真的好用。我是真的个人良心推荐，你们如果平时玩电脑多的，真可以备一个这种眼镜，一定要买这种就是颜色比较深的，不要买那种他妈带着没颜色改变的，知道吧？你要买我这种看着是黄色的，对眼睛保护真的效果非常好，非常非常的好，必须得搞一个。小狼我也要，3块钱不要白不要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我 Q 到我就把皇子杀了。没 Q 到我了，没 Q 到他，很可惜。我马上就回来，你想你吗？我在想这狗头怎么啊、哦？狗头上路已经4级打6级，没地方去，只能来中了。腹地里皇子能 EQ 吗？不能 EQ， 不能 EQ， 兄弟们，腹地，我跟你讲，你就记住在腹地里面，龙来了都得给我趴着，你就是条龙，在我的腹地里，你都得变成一条虫，给我乖乖趴在地上，懂了吗，兄弟们？别说 EQ 了，龙都得给我在地上趴着的，这就是腹地的含金量。
众生平等，就龙王在这里都得给我跪下，都飞不起来。潘胜能 R 吗？不能。能 W 吗？不能。皇子能 EQ 吗？不能。啊。狼狗能交 E 吗？不能。什么都不能。 瑞文可以 Q 吗？不能，瑞文的 Q 按不出来，只能在原地发呆啊！我、嗯哦、前女，我、哦，啊、哦，西、哦、巴。 这把的队友不是很乐观呐、啊，不是很乐观啊。能闪现吗？不能。能见机 Q 吗？不能。能炼金 W 吗？不能。蓝枪能大吗？不能。杰的 R 也不能 ，W 也不能。亲爱的 R 段 E 也不能。艾克也不能大招，什么都不能。这就是腹地的魅力啊！众生平等。 要叫那 W 呢？不能，一段二段都不可以。有边。锤石为啥来了呀？我操！那我这把不能买时光杖了，买时光杖。 伤害太低了，就队友撑不到了，我感觉我买时光杖发育太慢了，得买这个上强度的，那就。只有在通向权力时，财富还是有价值的。哎呀，对面下路还游走，这把游戏还真不好打，还好是个蛇女，还好是个蛇女。 他妈就杀你皇子大人头，皇子大人头，皇子大人头！但是我中路其实很亏的，我亏了很多塔皮，亏了三层塔皮加两三波线，抓下我觉得抓不到的。所以，我跟你讲，这种局势呢，下路看都不要看。 我跟你讲，为啥留不住人没伤害？你去下被二打，一定二打三，被反蹲直接 GG 这种情况下，你不要去帮下，懂吗？你要帮谁呢？首先看一下阵容，只能帮中路这一把，哪怕不是我的蛇，你都只能帮中。别的路你都看都不要看，去上路被一打二，去下路被二打三，一定的，懂了吗？硬要不就刷野，不要去帮他们。你现在有空不如刷上野去野怪，这就是你现在应该干的事儿，懂吗？ 游戏思路不要乱，这种这些人是帮不了的，这一把的局面你已经帮不了的，啊，你已经没法帮他们的，你帮他们就浪费自己的节奏。
动手这波可能会游走了，这对我就感觉他是会游走的，闪现那没办法，命就给你吧。 好吧，闪现我的命就给你。哎，先永霜算了。怎么说？打个控制的。哦，我是被单杀哦，被单杀了是吧？哎呦，那我这波我应该走的，应该走。我知道他一定会来回来这种游走的，那我就应该走的。哎呦，神志不清了我。 我看到他，我还不走，我还想在那 Q 他一下，这真的就是神志不清了。<笑>我他妈想笑，真的。皇子这把还真前面还，这还能怪打野不去？抽象啊！ 防御塔工程即将脱落，加油吧！来来来！ 加油！这都还敢吃啊？你这他妈神经病啊！你是啊？我知道每个人都想要的是什么。 加油！嗯，能翻吗？兄弟们，怎么说？权力需要精力。 目前21，对吧？目前21。
每个问题都是一次连击。等一波皇子吧。你们信我，这就是我的王者顶尖意识。这波皇子再刷三狼。 刷完上狼，肯定要E Q过来刷蛤蟆。发现蛤蟆没在会先往河道靠一下的。这波大明知道什么叫王者顶尖王者的意识，他哪怕现在回家补黑切，出门一定是往下班去赶，这个位置一定能等到皇子。对，不要怀疑，不要质疑，选择相信啊，相信相信的力量。耐心。 怎么多用皇子能不能上集锦？我就问你们，能不能上集锦？能不能短视频安排上？啊？能不能短视频安排上啊，兄弟们？想想我能提供的东西吧。 算你妈狗命好，真的，一滴血没把你宰了，操了！啊、哦，真的吗？本来这波是一波全杀的，一滴血，滴血没有点燃，第一时间真没有，兄弟们，不要再问点燃的，真没有啊！我也急啊！ 杀了单杀，对面三次被单杀一次，算没单杀吗？对面三个人在那里，你说这是我算被单杀吗？你在说咩爷呀，兄弟？我单杀了对面侠呀！我不管，我自己的抖音要安排上刚刚那一段，好吧？你们点不点赞，你们随便。 几个在干什么？勾帮呀！带线他妈带线，打团他妈打不打团？这波团他不他妈随便打吗？我他妈发现为什么我过来之后一个队友都不来啊！唉，妈脑壳都是痛的，我超神了是吧？
玩你个棒棒锤！别跟着我，别跟着我，我想单杀。注意脚下。不要背对着我。诱惑一条毒蛇，找团找赢了，真找团找赢了，不是我带，他妈狗头一直在带，他每一波都不在，每一波都不在正面，啥子？不打字说他一下，这小子妈又他妈跑下路带线去了，我们本来就五v五团战，一直是打赢的，他这屌毛妈一直想他妈单带，一直想单带，赶紧过来给我打团。屌吗？不说他，他又去下路带线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了他就从下路走上来了。继续团，他们现在打团不可能打得过的。哦，他们现在5v5不是我们对手的。
就拿中线。这些人不会玩单打运营的，你放心，只要我们推中，他狼狗头不回，回不回？ 坏了吗？狗头去打二了，被开了。他们打单带，他们不会打单带的。 打人！对吗？对吗？这锤石勾的蛮好的，兄弟们，勾的蛮好的。这团战对面就是玩具的团战。哎呦，这个水怎么还漏水啊？ 这波指挥还挺好的，拿了中路一个水晶，这波大龙还行。我挺着急的，因为我看老板第一线没过来，我挺怕对面把龙挂掉的，你知道，所以说我只能过去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有点着急，想进去，比方说卖一卖啊，让对面打不了龙啥的，因为对面当时感觉是要挂龙挂到底了，感觉是要挂龙挂到底了。现在三杠一。 我就稍微有那么点心急了，结果是好的，结果是好的，推下推下，跟我走就行，他交 EQ 了，交 EQ 了。 他把 Q 交了吗？ 什么意思吗？拿下。